女朋友呢？嗯，女朋友，你慢点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许老板，哟，好久不见，最近生意还行？啊，挺好的，快坐吧。好。怎么他也来了？真是巧啊！看来这是天意啊。赵江月，你要勇敢，机会就在眼前，不要错过了。徐总，过来帮我个忙。怎么了？假扮我男朋友救个场，算工作，不来算旷工。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下周我要申请调休一天。同意。申哥，嗯，练车了。好，哎，我车放你这儿啊。哎，有事练车啊。欧了。那个，我不在，赵小林。欧了，欧了。先走了、啊嗯、哦，好。男朋友呢、啊、怎么还没来接你啊？嗯，堵车吧，可能叫他快点来啊。对啊，你别喝点了啊，我们先走了。哦，徐总好，我们先走了。徐总好。江月嗯，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没事吧？嗯，没事。哎，你女朋友呢？嗯，女朋友，你慢点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辛苦你照顾江月。这是你助手是吧？嗯。徐总，我我叫他来接我的。哦，你要不要喝点茶，缓缓再走？哦，不用不用，那我们先走了，下回见。慢点，你怎么喝了你？行不行？怎么不喝了？顾大仙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喝多了。你现在带我去买解酒药，送我回家，我喝300cc 的水都 OK 了。整体明白。这边，答应我，嗯，放我假啊？放什么假呀？我赵江月全年无休，我怎么没说放假？耍赖是吧？哎，因为，哎，啊，嗯，哎，嗯。